Puchong 幼儿领袖学院，想让孩子在积极好玩环境下培养孩子领袖精神，不要错过孩子学习黄金期，温馨舒适教育环境，激发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提供个性化教育，让孩子独立自发，动手完成餐点，享用美食，通过视听触激发学习热情，卫生整洁，培养好奇心探索精神，发展孩子语言能力，增加逻辑思维，自由玩乐，生动有趣，教学不枯燥，小孩健身器材，各种科学小实验，温馨舒适学习环境，启蒙孩子思维，不同角色扮演，厨师组长，与孩子们建立亲密关系，交给专业老师们，让自家宝贝更快一步